什么人？中国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。你爹叫什么？我就叫什么。金宝哥，有种的别走。小寡妇怀春了啊！你这个人坏死了！误会？不，我怎么会误会？你把我二哥杀了。你把我骗下来，你不，天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永远不会变心的。只是二哥的事，白了。哎他们一定会来的，一个也不让他们跑掉。好。